还是小问题。那不给了。1、2、3、4。你看一下我这块料子。哎呀，红肥啊！不是红肥，这是那个颜色弄到的。这东西不对呀、啊，没有。怎么不对？冰雕花哎。窗口不正，裂又多又扎，底子不行，这东西不对。今天状态不好还是怎么回事？不是状态不好，这石头不喜欢。一朵一朵花呢？不看了，不看了，这种东西没意思。嗯冰雕花你都不看这样吗？我给你拿冰冰的小的，惊讶你一下。就是要冰的，这种东西窗口太偏了。这个我有冰雕花的，你出个小东西也可以的。大东西我不说了，我跟你说，你看这小的，挪一个、两个、四个。打点水啊，这个都是做见面的东西。一打水，它这种肉质的黑度就起来了。石头太小了，打灯曝光，小灯泡啊，这个差一点。总水够吧？这个可以，这个也可以，一手卖。一手卖。这个不要吗？哪个不要？这个也可以的。行吧，行吧，你这四个要多少钱嘛？这个一个。见面算你5000块钱，这个少你一点，这个3000块钱吧，18000是吧？哎，18000。这样吧，一个1000块吗？1000块钱，我跟你说，你取一个见面，你要取得出来才知道这个皮还扒在上面，对不对？你自己看吧。这么冰，你取一个见面就回本了。这个见面打死也出不来的，就只有这两个，这个还行，有点盼头，这个也还过得去。价格给好一点。别人的话，我说实话，我就给他500块钱一个，给你的话给1000一个的，4000块。这么偏爱的？真的？这么偏爱的，1000一个？开玩笑，比别人多涨了1倍了都。你咋？不说给我5000一个，那不行，大师我也做不来。你出一颗界面嘛，你还得去赌它的一个底子，底子如果不够的话，你做界面做不了。底子你不用赌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只有这两个，一个面，对，这两个稳一点，这两个就算了，这两个买二送二了。你这么偏爱我个，一个3000块钱。这样吧，我再给你加1000块钱嘛，一共5000块钱，这个送给我。不然我就不要了。这个5000块钱，这个你还让我送给你？对，这个看不上的。来，就凭你宠我偏爱我，所以来送给你。我跟你说，如果你不偏爱我，我可不送给你啊。一共5000啊。行行，5000就5000，钱是小问题。钱是小问题，可以。钱是小问题。那不给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4、6、7、4、8、4、9、50，崭新的。你看，老板心情好还是？心情好。给我的钱都是新新的。那、有新的给新的嘛，没新的给旧的嘛。切一刀吧，花还蛮漂亮的，就是敞口不太正了，这边黑色的全是血，就把这边直接剁一刀。赚大了，赚大了，送给你，别人我可不送哦。我谢谢你啊，先切了这个，然后再弄这几个小的。哎呦。哦，小心点哦。哇，看到没有，黑雕花都是一朵一朵的，这边有几条裂，这边是完整的，跳的兰花相当漂亮。这样吧，这种石头表现说真的，也就是说4、500块钱，我给你500，1、2、3、4、5，这个本钱给你。说是说偏爱我，又用钱打发我。请你吃饭，请你吃饭。这四颗只要能出2颗界面就可以了。摸石头，先看这块黑的，这种效果妥妥的界面级，肉质太漂亮了，小麦小品质好，嘿，拿去工厂做界面。还是有点遗憾的，磨着磨着界面它就变小了，不过还好个头小，品质来凑。看到没有，一颗是白冰的，一颗带了一点底色，旁边的话呢有一点点的棉，但是啊，价格一颗也能达到大千数。